丽丽，待会儿我们去喝个茶，怎么样？好啊！怎么样，老板，请中，可还可以？嗯，不错。好了，老板，下重了，我是散散号丽丽，很高兴为你服务。我们这儿地址吧。聪哥来了。 你去处理就行了，房间都给您备好了，来这边请。嗯，虎哥，王倩准备钱呢，我还没见他。 交易前先认领，懂不懂？丽丽，待会儿我们去喝个茶，怎么样？好啊。明天中午12点，丽人广场中央区，你穿起红色的外套，手里再拿瓶可乐，啊！我到时候还是打这个号码，我怎么说你怎么做，听明白了吗？ 谁呀？哎呀，还神神秘秘，你不说我都知那谁。你猜出来了？我认识你多少年了，他就是你说那小肥羊，对不对？我怎么什么都瞒不过你这个大脑？那你看，<笑>但是啊，你只猜对了一半。他呀，不是肥羊。 但他手里有一只。这世界很酷。